最后一位登台的歌者。今天的愿望真的是别摔，对，今天要摔了。这首歌呢也是耳熟能详，原唱用温婉的声音低音浅唱，勾出人们心底对痛失所爱的那种深深的纠结和伤怀。我很期待他的表演，因为无论是怎样的作品，经过他的演绎都别有一番滋味。有请他带来这首《可惜不是你》。我得自己接受自己的挑战。就而言，我觉得也许没有办法做到真的，像一个小女生那样的去演绎这样一首很细腻的情歌。但是我还是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，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这首歌唱到我自己的风格。哇，他这个鞋好高啊！看他的鞋子好高。可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。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？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。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，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。以为在你身边，那也算永远。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。Yeah.
然后这首歌给小尚，他自己习惯发声，有美声的那种感觉哦。这样把这首歌韵把它全闪开了，很好听，声音全出来上前。哦，小师妹穿到朝鲜护士服了。